靠楼梯啊，咁样下一嚟，咁啦，管理处大堂，呢度咧，信箱左边咧就系保安，阿叔坐喺度。房就好細嘅，出去咧就係三層樓梯，三個級啦。呢個藥房出邊就係咁嘅咯，即係一梯兩部 lift， 全部都多嘅，一層咧就四個單位，兩個咧走火通道，有 A、B、C。D 呢個係另一個走火通道。